Hello， 各位好，又到了我们的知识长测时间了啊！前不久，小鹏 G9 迎来了全新的 Xsmart OS 4.1 版本更新。那今天这期长测，咱们就来看看这次 OTA 中 G9 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改变与惊喜。本次更新 G9 主要集中在了智能语音、车机与充电效率三方面。首先，在语音上，新版下小 P 实现了全程的随时待命，四音区均不需要唤醒词，用户可直呼需求，小 P 完成识别与执行。打开副驾座椅按摩，副驾波浪按摩正在打开。关闭空调。好的。打开副驾车窗，副驾车窗正在打开哦。上证指数多少？上证指数当前为3175.79。那在细节上，为了应对偶尔的小 P 不执行指令的情况，新版本同时还增加了发出指令后五秒内说出小 P 来执行刚才的命令。导航到上海市。小 P。结果是第几个？那这是时间维度智能语音的变化。在空间维度上，采用了密钥多音区技术以后，我们坐在车内的任意位置都能向小 P 发出指令，同时在小 P 的应答反馈时，也是通过离你最近的扬声器来进行回应的。关闭车窗。副驾车窗正在关闭。打开50%。副驾车窗正在打开哦。副驾座椅调到最前。副驾座椅调到最前了。打开阅读灯，右后阅读灯打开了。那刚才我们看到了思雨在车内的前后排实测体验，那我呢还尝试了一把在车外进行语音识别。打开后备箱，在主驾车窗打开距离车上2米左右的情况下，小 P 依旧能够识别我的指令并执行操作。关闭车窗，正在帮你关主驾车窗哦。而对于多成员的语义连续对话指令，新版本中小 P 也更加的聪明，听懂驾乘人员的需求并正确的执行指令。打开座椅按摩。主驾波浪按摩正在打开。我也要。副驾波浪按摩正在打开。那在语音的其他细节提升方面，小 P 这次还增加了可见即可说、识别的准确度提升以及支持省略说法等多项更新。座椅按摩。好的。副驾。好的。脉冲按摩。OK。座椅律动，调到座椅律动了。动感模式。好嘞。那这是 4.1 版本语音给我们的惊喜。在充电效率方面，新版本对于尾段的 80% 到 100% 的直流快充效率也进行了提升。车辆更新后，我们也前往了小鹏的 S4 快充进行了实际体验。我们选择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的北京印购物中心的 S4 快充充电站呢，位于商场的地下停车场内，站点的温度呢在-10度左右。那这回的充电起始 SOC 78%，548公里，热车状态。那充电前 SOC 设置为100%，但由于北京市对于新能源车充电的安全管控规定，车辆呢充至 SOC 95时自动的终止。经过全程17分钟充电后，车辆 SOC 从78%充至95%时自动停止充电，而在80%到95%阶段充电共耗时15分36秒，此阶段充电功率最大达到了96千瓦，电压整体稳定在700伏左右。我们对比升级前的4.0.1版本，此次更新后，在80%到95%阶段的充电效率得到了一定的提升。那最后，除了我们今天聊到的新版本的语音与充电更新改变外，本次小鹏也对智能车机的使用逻辑、响应速度、充电地图显示、空悬车型的驾乘舒适感以及 NGP 导航路段显示等诸多方面进行了优化。那好，那这次的 G9 长测 Xsmart OS 4.1 更新就到这里了，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不断奉上的小鹏 G9 长测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